看一下，来，干就干，一 A， 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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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， 哎呦切，跑了，还好啊，问题不大。他荡负二连，我们啥也没有。第三段，哎呀，无所谓啊，无所谓了，死就死了吧，我也无法多说什么，我无话可说，死死吧。主要是我犹豫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要没犹豫，其实死不了。我无论是躲他 Q 还是躲他平 A 都可以。不知道他们家蜘蛛来不来啊？一下 ，A 接 W。A 接一个 Q， 接平 A， 是要平 A， 再 A， 再 A，Q 一点人 A， 再 A， 平 A， 别让他回血，别让他回血！哎，他妈的！有妖气。真是挺烦人呐，下边他有点盐哦。你害不走啊，你害不走，你走不走？你走不走？你真敢上来呀？啊？你这老蜘蛛没完了是吧？老蜘蛛。又没完了咱？有完没完了？你想干嘛？小兵太多了，打不过他。小兵稍微少点还行。太欺负人了，这。为什么这么欺负人呢？这波我们需要等个六级啊，这个经验稍微还差那么一点儿。我先吃一个饼干，这个血量有点太低了，这不行。炮车死了能升不？差一个小兵。这一个小兵他死不了啊，也他生了。希望我已经觉醒了。
你是真猛！哎呀，这一刀给我砍死了，我先死不了呢。这一刀，这一刀伤害那么高呢？140。这蜘蛛真是没完没了啊！他又跑上来了。这样出吧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留技能干什么？我其实我要放大的话吧，这蜘蛛一样还是把我杀了，没用。我这边留不留技能，他也得死。交闪，没有大招的人还跟我打，再吃一层塔皮吧。压了1800。他不能让我回。我们家能不能来回打野啊？俺们家就没有打野是吧？那打野上哪去了呢？我只能吃口屎再回到上路了，没办法，他不让我走，这波兵我不能丢。你给我来个打野是不是？等他技能放了的，等他打跟我打，把技能放完的 ，OK。这意不到啊，那瑞文那技能都放完了。这还用交个闪呢？真的还浪费我个点炎，我怕那寡妇让他秒了。再踩一层吧，他都死了，再踩一层。我们四层塔皮有点无敌，算了，这里头有眼儿，撤一手。当我回到上路，游戏结束。没事，我越打杀他。蜘蛛在旁边呢，不能上啊，他血有点多。
我希望蜘蛛可以来一波。嗯，那蜘蛛赶紧来，赶紧来一波。蜘蛛不来吗？蜘蛛快点来呀！你直接上都行，其实。你直接上其实都可以。给我下当了，我下当150。没多钱呢，这波怎么会下当的呢？那防御塔打我300多滴血，不应该这么多呀，怎么能这么多血呢？这边控制有点多，我这水银还到底除不除，这是一个问题，控制有点太多了。我看他们出没出吧，他们都不出，我凭什么出？我出错了，我也不出。我来个西地海。他来个铁板海，嗯，我们来西地海。直接跟他打，不是我波浪剑为什么？哎呀，我操！我这波浪剑为什么没好使啊？为什么没调啊？我一开始调了呀，我摁了一下没好使，我操了！我一直在点的瑞文点不到。烦死了！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我是怎么回事儿？本来我都用不着交这闪呢，他都打不过我，我出完三项他不可能打得过我。那三项越打伤害越多，给加攻击力呢。瑞文没有技能，看看啊，下个装备咱出个什么？我直接来九头蛇，这把出魔抗没用，关键是他们家的人伤害都高，我出魔抗也是把的，我不出，我就出虚区装，看看谁虚区高。
他俩应该打不过我，没事儿。伤害真高啊，差点没给我一套秒了，我要被他E着了我估计就够呛了，我估计我人都没了。走一走，你追啥呢？你要给我呀，那也行吧，给我没啥用，其实我要了其实没什么用，我去中路先收波兵。我估计这波呀不一定能打得赢。耶，打赢了，差点钱呢，差点 money 呀。把红打了吧，红打完我们回家，先出个九头蛇。寡妇跟我说上路交高地交给我了，那行，我们把上路高地给他拆了。本来我是想去支援一手队友的，但是既然你说这句话了，那么我决定上路高地交给我了。嗯，交给我个屁呀！我就下路杀人不香吗？我就下路杀这两天人 不舒服吗？我拆那高地干嘛？杀的瑞文吧，来呀、啊、老母驹，关键我拆着塔也用不上这先锋啊，那随便拆呀、啊，怎么开始有点卡了呢？薛飞，干哈呢？这速度，还有这光头，嗯，把蓝 buff 打了，这里有蓝。老母驹咋的呀？老母驹，哎呦我老母驹，还有我为人，居然敢瞅我为人，老母驹还敢瞅我，老母驹，有工资装还抢啥别人，一会儿都那啥，这怎么这送红 buff 啊，这是我不想要啊，别给我啊，别给我这红，我不想要，哎呦啊，这什么虚区，
还是出个影魔刀吧，然后我再出个死亡之舞，我们应该就能无敌了。魔抗还是需要的。俩人都死了吧。走下去拿个双 buff， 勾引一波来。我这影魔刀给谁出的呀？小蜘蛛。可以见得我们已经无敌了，我跟你们说。刚才这个闪现躲了个寂寞呀，哪来个光头？我本来想很帅气的躲他一波 Q 技能或者是 R 技能，但是连个屁都没躲掉。唉，主要是死亡之舞没有。哎，我觉得他这可血战斧有点 bug 呀，那为啥我那假猴还能算一个单位呢？这就相当于大虫子吃假猴也给加成数，凭啥呢？凭什么呢？我躲他技能了。这蜘蛛怎么回事啊？这蜘蛛。这扛一下塔吧，这没法上了啊，这。永恩有点太疯狂了，变蛋了，可以保护你的蛋。假猴算一个英雄？那凭什么算一个英雄？你要算一个英雄也行，你让他像小丑一样，是不是？你让他像小丑一样时间长一点，你别给他整的时间那么短，我们最后出个黑切就差不多了。等假猴不能放大招，不能平 A， 你拉倒吧。以前的假猴也不能啊，那也算一个英雄，别跟我扯那些啊，这主要就是设计师的一个 bug 漏洞，设计的一个 bug。 把鞋换了吗？可以，鞋可以换，看看啊，先把鞋换了。我的 CD 已经够了，把皮鞋一换，水银海把那个去美特服打无限火力的风一下，老搁这刷屏。这蜘蛛干啥呢？啊，蜘蛛！先杀个蜘蛛，
哦，漂亮！我们先杀个光头啊！哎呦啊！你俩打我掉点血吧，行不行？你俩打我能不能掉点血？哎呦啊，这维恩打我还是掉血的，这也不无敌呀，这猴！我寻思我这帮无敌了呢，这也不无敌呀。大招开这么慢，其实我大招吧，我一开始我都没想开，我寻思我都无敌了呢。我的双抗加上我的吸血应该能支撑到我无敌，而且不用开大招，我没想到能这么脆。我一个大影魔刀与死亡之舞的猴加上一个水银骸，双抗123加上我被动200护甲，他们家没有破甲的情况下能把我打到快死，我不能接受。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呢？这好像要没呀，兄弟们。寡妇挺聪明啊，去对面高地把高地拆了，但我不知道我们家能不能守得住了。看看这鸡吧，鸡活了，鸡能守住不？放个大招吧，不行，守不住。415攻击力，105护甲，怎么就这么脆呢？这猴！